一只较进步，有人也是擦擦爽。一开口就让台下观众笑个不停，这个小朋友讲台语的功力可是让大家捧腹大笑。台语讲得比大人还要好，每一句还都有押韵。这场在高雄举办的小学生台语比赛，居然出现台语讲得比国语还溜的厉害高手，就有人把这位台语溜到不行的小朋友拿来和台语同样下下叫的谢龙介比较。夜班的规矩袂甜，夜娶的新娘袂爱你。大家处理啊。因为讲话拢做好笑，用笑话对吧？来讲对吧？搁如何笑啦？直说自己就是柴山第一帅哥，才八岁念小学二年级的刘小弟弟，不止台语讲得溜，还自信满满，连大人都对他刮目相看。记者蔡双吉、廖玉志、李亚莹高雄报道。